好的，快。好。希望一次就拿两张御医票，那我就不用再搬。我画面卡住不能动，我被箱子夹住了。原来是骗人箱。三张哎，两张，浴场票哎、欸，你要的是浴衣哎、欸，我要的就是浴场票啊。哦，浴场就是浴衣啊。哦，冰咒龙。阿咒。承接任务。嗯，力战还是葡萄？哦，有力战吗？有力战打力战、啊。没有问一下，搞不好没有啊。目标，哎呦喂、欸！四人两次力竭。啊喂！我想说，我最好的就三金两银了。我有四金啊，两人。我那个四金也是两人。好，这场我请。啊喂！样样都不请。我才七张票。嗯？你在骗我？不是啊，我昨天做的装的不见了。完了，回收。没存到。有啊，我做完都会存哎、欸。完了。哎、欸，还在啊？没有。装备还在，但没存到。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？好像是虫虫上的装备，明明就是那两套装备之后才做的啊！怎么虫虫装有存到啊？这个没存到。傻眼欸，好不爽哦！我们弄这个弄一个小时欸。哦，而且有一套是那个啦，伪王的，晚点再拍给我看。伪王中，我之前拍过了不是吗？懒得找啊，你也知道这边很容易就被刷上去了。没错，没错。我现在拍，都还没接。嘿。那我还没接啊 ，sorry。嗯。好了，下午好。
贴图怎么回事？那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声音耶。嗯，那个贴图有声音，有什么声音？是啾一声吗？就是有一个叮叮。你又？我的妈！有新大陆的猎人们啊！狩猎，哇哦！力战阎王、明妃、冰咒跟明妃。力战的阎王、阎妃、冰咒跟一只普通的监视灭镜，四只古龙，好恐怖哦！啊，有没有要来？靠！我在贴装备给你看哎、欸，我先删掉。好，我要再取消掉。哎呀！我为你拍好了，我来了，一套有耳塞，一套没有，我套都给你看。好，没有耳塞的攻击力比较高，没耳塞的攻击比较高，比较高啊，没耳塞的攻击很痛啊，一百五吧。啊，有耳塞的嘞，一百一百二那边吧。哇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因为有挑战啊。好。励志，玩什么都要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到我的执着。哎、欸，这场我不是补哦。我看到远方有一只手缠住。我要被冷死耶！就你可以回来啊，隔壁而已，营地15，隔壁而已。啊，你不在这边捡啊，这边有辣椒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咦？哇，它偏紫色哎，壳撞了吗？壳。这个营地会让我想采花。白痴，我回避装填我在地上磨干嘛、欸、回避装填要怎么装啊？啊，不是滚两圈就好了吗？啊，怎么又滚不起来了？开完枪滑步啊。哦，只能开完马上滑步是不是？欸，开完就要滑步了，你不能。对不起。欸，干嘛干嘛，你玩远程是不是啊？我要。这是远程才有的特权啊。我是。哎，去看别人呐、啊！不要！我跑不掉。
壮哦。害我没抓到，哎、啊，你抓到什么？我抓到翅膀。哎、欸，进去了。浪费时间，都没撞到。打到上面东翼龙，可以打他就对了。哎！哇，这很容易爆。冰跟刚做的果然有差、欸。我死啦！韩信死啦！真的有差哎、欸，我去拿锤子好了。爆炸！有拿到冠角，我也拿到冠角。那就爆一个头嘛，跟打角龙的意思一样，爆了退。可是上次爆了退没拿到。我有，呵。干。来这，来这，暂停、啊。看来你们不能没有补。我的票就这么没了。讲讲一个吃高级餐券不付钱，好爽哦！我吃到心头很。哇哦！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。我先帮你吃吧。嘿咻！还是要先把它引到兽产组。捡石头。你要先引，可是就是没输出啊。对啊，人都还没到，感觉快到了。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Go Go Go！ 这里，这里，这怎么那边有个亮亮的缝？可以了，
斗长族看起来没有要帮我们的意思、啊。要开打才会那个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也、欸、是旗面、欸。放我！连卵啦！跳舞跳起来！跳舞跳起来！看奈斯不动了，奈斯，哎、欸，蜻蜓跑出来了，蜻蜓跑出来，我的那个仇恨吸引运作中，我一直被揍。去死啊！哎呀，呀！想错了、欸！我捡石头的时候，那个石头消失。啊！薛丁格的九桃。哎、欸，有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哦，我的那只腿，那个瓢，那个什么灰粪虫，被冰咒龙打消失了。为什么要踹他拿破裂结晶的？没爆开。被抓、啊！我玩你头啊！这会变得好，哎，变得好烂。撞
云对的是头，为什么会飞翅膀？下来，下来。哎呦妈！真是造不出来。哦，拦到翅膀。戳他！戳他！戳他！冲！戳他！召唤师真好玩。对，召唤师。困。还有。路上有石头不是吗？没有，我说植物啦，我插一朵花就可以解完那个任务。嗯，我来喽。撞吗？还是要撞啊？好撞，快撞，直接撞。哎，没勾到。他倒了。应该不是没勾到，应该是他倒了，他的勾不给你看住。吟唱失败。哦！好久没有翻滚。满血！哎呦！太神啦，满血死掉啊！是啊，那爆筒爆下去又晕下去也很亏。啊！掉落物，我来得及。掉落物在哪里？哇！为什么你有掉落物？不知道，我看到有显示掉落物，可是开始狂按。对啊，没了、欸。哦，找到了，捡到了，钢爪。啊，最后一次没挖完。你刚刚应该选择去挖草的，有吗？有，我草已经挖了。就是挖了那个多草。在路上有。不到任何的超星或是痛击的事。哎、欸，超星我也只有一颗而已、啊。好难打、喔，比攻击还难打、欸，攻击真的是一堆、欸，路边捡都有。哎、欸，来成九了。
哦，我有一个四人名波五个奖励的纸的，哎，第一张，第一次不能死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死两次。哎呦，就是吃个生命保险就可以再挂一次。哎呦，那我吃，有点棒。干嘛要打这个、啊？可以啊，辅助就该做到辅助该做的事情，活动先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是要看江江要打他的那个、啊，江江缺。哦，我缺一些素材，都是很简单的。打打明波龙，那要先打明波还是先打江江的？没有啦，我说他刚好缺明波龙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不缺。两头飞雷飞龙种，你有缺飞龙种的素材吗？飞龙的素材哦、喔，他一个斩龙跟一个是谁？水妖，还有吗？我看那个力那个黑狼力战横黑狼鸟，哇！都要巨魔的力战。嗯，那就开我的巨魔喽、嗯。好，好，更变装备，我找一下我。我的巨魔有钢龙哎，更变装备，感觉是力战钢龙哦。他去巨魔之地打吗？对啊。驯龙头，哎、欸，麒麟胸，把那只猪跑那边。麒麟胸，对，力战钢龙哎，怎么样？巨魔的力战钢龙。驯龙手，你等我一下，那、啊、你们先进去啊。